荒到了，人间争斗不休。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所谓天下乱，必有圣人出，这是自然法则。神像，属下在。现在华夏部族联盟首领是哪位？回王母娘娘的话，凡间华夏部族的联盟首领是伊奇放勋。 伊奇放勋，禀告王母娘娘，这人间的恶斗不是寻常的饥荒引发的，我认为这是私欲在作乱。你们问过女娲吗？女娲娘娘说，她与伏羲按照他们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，可他们却忘了什么？忘了把银河系中的一个重要星座派下去，治理人类。 那么，就一定是他了。哪儿的海呀？ 快走！是是是，你的，快跑！干啥？回来！你拦着我干什么？我一定要去，我去叫师傅。哎，让开！别去！姚大哥，我的嫂子刚生了，你现在走可不合适啊！我要去攻打其他的部落，这等大事耽误了你待在的岂办？哎，我来是为了告诉你，我的嫂子给你生了一个天大的宝贝啊！多长大嘴巴算什么宝啊？哎，你闪开了！姚大哥，你不能这样说呀！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大首领有令。 说不允许各个部落互相打仗，哎，你少废话，这不真不抢的，难道等着饿死啊？不，大首领说了，很快来骊山帮着我们攻读春荒。哎，我先去抢了。哎，姚大哥，哎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你回去先去照顾沃登大姐，我去通知其他人，好吧？回去吧。哎，站住！回去！大首领说了，不允许各个部落再相互打斗。回去吧。沃登大姐，来，快，先喝口水吧。沃登大姐，我来了。谢谢，先放这儿吧。 放这儿吧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哎，我看看，看看。看看。哎呦，沃登大姐，这小家伙怎么四个眼珠子呀？哎，大姐，你生了一个小仙童啊？什么仙啊，山的？他不就长了四个眼珠子吗？四颗眼珠子，那可是大大的与众不同啊！沃登大姐，你快先给他取个名吧。哎，对，叫什么名儿？孩儿啊。 为了你这四颗黑眼仁，也为让你来到这个人世间，重振你姚家先辈光华，娘就给你取名叫重华吧。重华，重华，重华，好啊，这名儿，这名儿好啊，这名好啊。人主，根据推断。 这地上的万物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密切相关呐。是啊，西河，这三年来你和你的部下辛苦了。从今以后，你还要担负起时令盐推的重担，才能掌握时令，以利农耕和桑蚕。是，闻，人主，这些年来，你带领有虫氏部落。 为各部治理水灾，十分的辛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事，人主。但还有一件事情，近些年来，随着我们的摸索，庄稼一年胜过一年，牲畜也更加的驯化，但这人间的争斗残杀，却是愈演愈烈。恭喜人主，乳母命我来给人主报喜。 人主余下新添了两个女儿，乳母诞下两个女婴，是我有了两个女儿，贺喜贺喜，
贺喜贺喜！人主，主母让你为两个女儿赐名。大女儿就叫娥皇，这小女儿就叫雨英吧。骊山下，仙人下凡，尧虚之中。 他会继承华夏仙古圣贤的高尚品德，感化众生，造福人类。你。娘，你病了，连站都站不稳了，这会儿扛起犁头，病会加重的。娘，这是小病，没事。娘，我们家的耕牛，却在这春耕播种的时候病了，所以季节不饶人，我们母子就代替着耕牛，去耕地吧。啊，走。娘，娘。 用人力耕地，你应该孩儿和爹爹去，可是爹爹他成天不务正业。重话，不许对你爹爹不恭敬。孩儿没有。啊，深水呀。 好水，姚大哥，有了这香香甜甜的素米啊，以后你就天天都有神水喝了。妹子，只要每天有神水喝，我就天天过来。姚哥，我每天给你送素米。开门呐！开门呐！ 来了，臭皇帝！娘，你一个不识好歹的东西，你把脸扭开干什么？这么神奇的香味儿，我都舍不得把它呼出来。娘，滚开！娘，你不要推我娘，娘。 娘，娘病得很重，你不要推她。小兔崽子，看来教训你爹爹。我就不许你欺负我娘。姚重华，平时娘是怎么教育你的？首先对自己的父母长辈应该要做到什么？应该尊敬父母，爱护父母。他是你爹爹，去，快去给你爹爹跪下。娘，跪下。 可是娘，难道长辈做不对的事情，晚辈也不能纠正吗？凡是不对的都要改正，这是娘你教我的道理啊！你给我跪下，给我跪下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重华大帝，小弟，我求你了，事情看在咱们两个的情分上，你宽恕他吧。我才不要他宽恕呢！ 眼看我们家的耕牛就快病死了，他还把家里那点粟米偷去，去后山鬼混。我还差点忘了，我家有牛。中华大帝，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爹，爹，你救救娘！ 他真的快不行了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你救救他！你，走开啊！爹，爹，爹，你快救救他吧！爹，爹，妹子，妹子，来了，有牛肉吃啊！
说了，你的病可不轻，快把这碗汤药喝了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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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娘，我花哥哥，救命！我的大姐，我的眼睛，我的大姐，烫了，烫了呀，烫死了！这是怎么了？妈呀，好吃牛肉，跟后山那馋嘴女人一起高高兴兴杀牛呢，结果被牛角刺瞎了双眼。周太太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就知道，当初生下你这个怪物，就不是什么东西，是个不祥的家伙。是你要吃掉咱家的牛，才被牛撞瞎了眼的。中华，疼啊！快送你爹去巫神呐，去救治，快去！娘，快去呀！好，你照顾你娘，你爹，我们带他去。哎，我们去，我们去，来吧，姚大哥，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你快去呀！快去！姚崇华，娘，娘，娘，崇华，孝顺父母，孝敬长辈，这只是小孝。难道孝也分大小吗？小羊羔是不是跪着吃他妈妈的奶啊？因为他知道是妈妈的乳汁把他抚育大，他以此来感念母恩。还有乌鸦，乌鸦老了飞不动了，于是小乌鸦就衔着食物嘴对嘴的喂进他妈妈的口里，来报答父母的恩德。百善孝为先，无孝是为善呀。你首先要懂得孝敬父母，再去善待天下的苍生，以德报怨，这才能孝行天下呀。这才是娘希望你能做到的呀。嗯嗯，姚崇华，起来，去把门给我大大的打开。神呐，我的眼睛刚刚被牛扎瞎，我等他又撒手不管我们了。武神呐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提醒你，该珍惜的，你一点都不珍惜。现在想珍惜了，已经晚了。你说什么屁话？崇华还小，我的双眼又被撞瞎了，今后我们父子俩的生活，你作为部落神可不能不管呐。崇华，你过来，来搀扶爹爹。你折磨死了我当婶婶，又想折磨我哥，休想！好了，从现在开始大家都不要说话了，就让崇华通过自己的良心做出选择。
这是刚垒好的土坎，怎么样，人主？这治理水患仅靠堵，一日两日则有效，但对于这汹汹的洪波，恐怕不是永久之计啊。人主，你大可放心好了。长久以来，先人一向是水来土掩，这方法可是先人传下来的。爹爹，爹爹，慢点，慢点，别跑那么急。你瞧，爹爹，慢点。荷花女英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爹爹，爹爹。好了好了，不争不争，娥皇先说。爹爹，听说杨虚家的重华哥哥的娘病死了。是啊，我们想把重华哥哥接到归和畔来和我们作伴，可是侍婢姐姐不肯。禀告人主，不知人主可否批准？怎么，我登死了？是啊，爹爹，我登婶子病死了，重华哥哥太可怜了，我们把他接到家里来吧。姚夫呢？那是个坏爹爹。女英，你怎么这么说长辈啊？爹爹，你和沃登婶子一样是好人，但你却分不清别人的好和坏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别问了，爹爹，我们先去把可怜的重华哥哥接到家里去吧。是啊，爹爹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爹爹。重华，你过来。重华哥哥。重华，你可怜可怜，你瞎了双眼的爹呀，啊！你这没良心的兔崽子，你不得好死！重华，本善孝为先，你爹爹犯浑是做错了一些事，可是毕竟是他生了你养了你，我们敬天敬地敬父母，这个是理所应当的呀。重华，你过来呀！重华哥哥，儿子，我的乖儿子，重华，你怎么会选择这种人？我就知道你不会听别人话的，你会回到爹爹身边来的啊！重华，我再也不跟你玩了。好儿子，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娥皇女英，你们应该为重华的选择而高兴啊！你们想想，重华的小小年纪能做出如此度量之举，择善择孝为伍，但可怜了，这个孩子这么小，便要伴与这邪恶之人，也不知能否化邪为善，希望他以后不要后悔才是啊。爹，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肉，快吃些吧。不吃。吃些吧。我不吃。爹爹，你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，这样会饿坏身子的。爹爹，你想吃什么？孩儿一定想办法给你做。孩儿答应过娘，一定要伺候好爹爹。重华，你要是孝顺爹的话，就去后山把那个姑姑给我找来，我就吃饭。爹想他呀，都快想死了。可是爹爹，你眼睛都这样了，人家愿意来我们家吗？那你不会跪下求他吗？他要是不来的话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什么都不吃了，饿死算了。后山姑姑，后山姑姑，
霍山姑姑，你在吗？霍山姑姑，喊什么喊？叫魂呢？霍山姑姑，你去我家和我爹爹一起生活吧。哼，他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我这也是第5次来请你了。他那么爱你，肯定一切都会听你的，我也会听你的。你呀，回去告诉你那个瞎眼的爹去啊！你说他又瞎又穷的，还想让我跟他过日子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姑姑，快滚！后山姑姑，后山姑姑，你行行好，或者你先来我家，哄他吃点东西，你再走也行。不然他真的会没命的。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好不好？我让你干什么都行啊。嗯。哎，那如果我让你在我这个小院儿跪上7天7夜，也行吗？后山姑姑，你说的可是真话？真话，我说的呀，全都是真话。你要是不怕跪死呀，你就跪。等那个时候，我再去看你那个瞎眼的爹。啊？哎，后山姑姑，你说话算数啊！爹，杨伯伯，爹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杨伯伯，你怎么了？杨伯伯，杨伯伯，杨伯伯，爹，你喝点水吧。杨伯伯。爹，你不可以这样。我答应过娘，要好好的孝顺你。我这样的小孝都做不了，怎能做到娘教给我的大孝呢？爹，娘已经离我而去了，我也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你可不要离我而去啊。爹，姚伯伯。爹。后山姑姑说，她这几天就要来看你了。嗯。娘，对不起，我是个不孝的孩子。我听你的话，不计前嫌的孝顺爹。如今他用不吃不喝逼我去求这个气死你的后山女人。我又依了他，可是我为你难过呀。孩子，人生本就充满无常与苦乐，只有做得心安，才是最终的归宿。宽恕别人是一种美德，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智慧。人活着就是一个态度，态度不对的人，会将好日子过得烦闷而劳累。态度对的人，会将苦日子过得甜蜜而美满。孩子，把那些烦恼怨念放掉，才能换来一颗安定宁静的心。我的儿有两双眼，一双就是娘的，娘陪你一起观着世间一切。看他这样小小的年纪，就这样诚心诚意地尽孝道。我真的好感动。我也好感动啊。不如我们帮帮他吧。不可不可，王母可有法谕，你不怕那500踏魂鞭吗？搞不好我们还会除了仙籍打回人间重新修炼呢。后山姑姑，你说话得算数。算数，你呀就跟这跪着吧。啊，哎，重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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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田大伯就出去这么几天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不行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按照重华的性格，等他病好了，他一样会去跪他的继母的。我们还是出手吧。只是什么呀？你还真是熊呀，什么事情都慢吞吞的。那不管了，
要不然这婆娘还不知道怎么折磨她呢。是，来。我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这身子怎么了？我要去哪儿啊？这是，哎哎呦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这婆娘还挺沉。啊，快点，快走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姚伯伯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喝水吃东西，重花哥哥说过，他肯定会把后山姑姑给你带过来。姚老头家，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天神的地母呀，他都瞎了还有什么用啊？谁呀？好山妹子，是你吗？你在哪里啊？好山妹子，好厉害！好山妹子，你想怎么了？你终于来了。以前我想抱你都抱不到，哎，现在我终于抱到你了。姚大哥，以后呀，人家陪你一生，哦不，三生三世。爹，爹，后山姑姑，你把我爹怎么了？爹，大哥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大哥，爹，爹，哎呀，姚大哥，哭什么哭啊？我真是高兴都昏死过去了。后山妹子，后山妹子，在那儿呢。后山妹子，后山妹子，你在哪里呀？啊，后山妹子，后山妹子，后山妹子。啊，好山妹子，只要你陪在我身边，我就算现在死了也开心呢。行了，大哥，孩子呢我给你送回来了，你就慢慢开心吧。啊，姚大哥，我们走了啊。重华，好好照看你爹。重华啊，哎哎，重华呀，还不快跪下叫娘啊。哦，娘，重华感谢你对爹爹的一片善心。哎呀，不对，什么叫善心呢？是一片爱心，懂吗？后山妹子对吧？对。哎，重华呀，你娘肚子饿了，你快去给你娘做点好吃的来。哦。爹，娘，你们的房子有些漏雨，我先把漏洞补一下。好好好，待会儿再给你们做饭。啊，好好好，快去。后山妹子，你过来，过来吧，过来呀。很是挂念你，不知娘在天上可否看到？孩儿现在与爹和后山女人生活，那女人对爹也算仁义，爹也开心。尽管仍有不如意，但这日子
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。孩儿越发认为，这善与仁会感化巫邪。我会谨遵您的教导，坚持我的孝、善与仁慈。姐，姐，你有犯花痴呢？我没有。你有，瞧你看崇华哥的眼神都在放光呢。没有，姐，田哥，姐，这16年来，田哥都没理崇华哥，你说，他们今天会说话吗？哎，走，姐，来，干嘛要躲起来啊？哎呀，我怕咱们俩在，他们不好意思。再说了，这事儿都过去16年了，也不知道他们今天能不能和好。好。哎，田哥弟弟，快过来抓鱼啊，这儿鱼多。哼。为了让他尽快的成长起来，咱们呢还得多给他点磨难。是啊，这也是王母娘娘的意思。天哥，天哥，天哥，你看他淹不死吧？娥皇、女英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他一个连自救都没有能力的人，怎么救人？怎么救世啊？你是谁？救救我哥哥！我不要骨头，娘，娘！哎，我不要骨头，不要肉，我要喝粟米粥。哦，我孝儿要喝粟米粥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等着啊。哎，谁让你吃我相儿的骨头的？哎呀，相儿不吃我才吃的。相儿不吃还有我呢。快快快，我相儿要喝粟米粥了，叫你那四眼怪物给相儿煮粥去。好好好，崇华，崇华，别喊了，他没在家。这死小子又跑哪儿去了？就是啊，他每天和我相儿争吃的、争穿的，然后就是东游西逛，和你一样的没出息。别废话，快去！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我去我去。娘，我要喝粟米粥。哎呦，知道了，小儿乖，马上就有粟米粥喝了啊。你先吃点肉，先吃点肉。哥，哥哥，吃饭了。哥，崇华哥哥，天哥，崇华哥哥，走，我们快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姐姐，我哥他们怎么了？田哥和崇华哥哥被他俩捡走了。这怎么办呀？这在哪儿呢？快呀，救他们呀！快，你们来不及了。后山妹子，后山妹子，干嘛？哎呀，咱们家院子里怎么这么多大石头啊？你这眼睛瞎了，记性也不好。不是让你那四眼怪挖井，保证我相儿喝粥的吗？哦，
挺深了。向儿，向儿，干嘛呀？来来来，娘干嘛呀？睡呢，做梦呢。快快快，你们两个把那石头都搬到井口来。哎，把石头，搬到井口干嘛用啊？哪那么多废话，让你搬你就搬呗。哦，乖呀，快去把石头搬过来。儿子，儿子，你醒醒，你没事吧？醒醒啊！春花哥哥，没事吧？春花哥哥，扶起来，来，慢点。爹，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醒过来了。来，天哥弟弟，你没事吧？再多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姚春华，你别碰我！哥，儿子，干什么呀？你回来，儿子。你差点淹死，是重华给你捞上来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？是啊，哥，刚刚重华哥哥为了救你，差点淹死在龟河里。田哥弟弟，这些年重华哥哥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厌恶他？他给你吓死爹，害死我等婶婶，跟后山的女人结了亲，他还跟那样的人住在一起，还给他们当牛做马。你们说，就这样的人，还算是人吗？我打死你！我爹，爹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他在世一日，我作为他的儿子，就有尽孝的义务，无论悲喜苦悲。以孝为大，以己为小，百善孝为先。无孝，何以为善？田哥，听到没？虽说这些大道理我不懂，但重华哥的选择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们要相信他的为人处事，应该支持他才是。就是，我支持重华哥哥。你这样愚钝的人，怎么会懂得大爱是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大爱就是要照顾好众人。你呀，错怪重华了。这些年啊，他除了干完自己家的活，还奔走各个部落，向他们传授耕种、播种、养蚕的技艺。你说你怎么对他？哎呀，没错，田哥。我从爹爹那儿听说重华哥哥这些年的事情，他说以德报怨，那才是大爱，并且重华哥还帮他们做陶器、造犁耙、插鱼。爹爹说了，他是个大善博爱之人，难得的贤才。嗯，妹，他们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嗯，是真的。重华哥，这些年我错怪你了。哎，田哥弟弟，行了，没事。重华呀，我的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我就把田妹啊托付给你了，来，你可要好好照顾她呀。爹，瞎说什么呢？直走，再走，再走，好，放下吧。娘，我饿了，我搬不动了。我小儿饿了，要喝粥了是吧？嗯，瞎的，自个儿搬吧。娘给你做粥去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啊呀，我的脚啊！你们这些强盗！凭什么骂我们是强盗？这河里的鱼虾都是我们鱼人族的，不经过我们的同意就下河捕捞，你们就是强盗！各位鱼人族大哥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少废话，兄弟们，上！住手！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两位都是咱们大首领的女儿。笑什么笑？我笑你们不光是强盗，还是骗子！你怎么弟弟心虚了？大首领的女儿怎么可能跟你们这些强盗混在这龟河之中？兄弟们，
上！哎，等等，任兄，你呀、忘了王母娘娘要我们怎样对待四眼星童的吗？可这六个鱼人族的汉子会把他插死的。六个鱼人族汉子确实强悍，可是比起天下最大的邪恶，还强悍吗？那是差远了。现在就要看他有无智慧，以仁德来化解强悍。我说，各位鱼人族大哥，这河里的鱼虾这么多，我们何必相杀相争呢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我们相争，明明就是你们陆地上的部落抢我们鱼人部落的鱼虾。哼，你们的鱼虾，你们把这龟河的鱼虾喊得硬吗？谁说鱼虾会应声的？这鱼虾虽然不能回应，但是他们听得懂人说话。骗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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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子！如果我们能证明呢？以后我们和睦相处，好不好？只要你们能够证明鱼虾能够听你们的话，那我们鱼人族就听你们的。好。一会儿啊，把我的那个草袋子拿过来。我的脚啊！哎呀，臭老头，没事在这瞎喝口水呀？还不赶紧搬？疼啊！哎，又在这装是吧？快搬！鱼儿，鱼儿，快过来，快到姐姐身边来。哦，来了来了，快来呀，鱼儿。哇，鱼来了！叔叔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神仙？莫非你们是神仙？我们不是神仙，他是神仙。哎，神仙，我们有眼无珠，得罪了神仙。神仙在这个草袋子里呢。素米，就是素米，再掺和上点野猪油，把它撒到河里，什么鱼啊虾呀，就都来了。这个办法只有我重华哥哥想得出来，就是。重华哥哥，你才看出来啊！你就是四眼哥姚重华。可是，对，你只有两只眼睛，为什么叫四眼哥呢？重华哥的眼只有在特殊情况才能显现出来。重华哥，早就知道你的大名，四眼哥的爹爹和后娘，不管怎么恶毒的对你，你还是那么孝顺他们。不管别人能不能做到，我们问问自己的内心，该尽的责任，尽到了没有？就像那龟河的鱼虾一样，我们要用心捕捞，千万不要拼杀抢夺。我明白了，从此以后大家要和睦相处。对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互相帮忙。说得好，以后啊，我们部落就和鱼人族啊是友好邻居，我们和睦相处就是一家人。对不对呀？一家人，一家人，一家人。爹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井边干什么呢？臭小子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哦，刚才啊，打鱼的时候出了点事儿，我上山打了只兔子，一会儿给弟弟烧了吃。竟然贪玩不打鱼，给香儿换粟米。你娘说了，今天晚上必须把这口井打出水来。快，下去。哎，爹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就下去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香儿晚上有水喝了。来来来，你先坐着。哦，好，好。坐着吧。
我们不帮他，他也有了准备。这四眼星童真的智慧超人呐！你看他，并无怨言，而且干得更起劲儿了。土地神，你还撑得住吧？哎，太小看本土地神了。一只臭老头儿！哎呀，我就不信了，你们六只眼睛还搞不死他四只眼睛。爹，娘，爹，你要干什么？爹，爹，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你爹，你干什么？你腰没事吧？啊，我给你捶捶。娘，好多了吧？啊，娘，我给你们做好了早饭，快去吃吧。好点了吗，爹？春花哥哥，你坐下。知道，你就是嫌我这双鞋做的不够好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拿走了。不是，哎，甜妹，你这可是错怪重华哥哥了。我是想着，等巫神爷爷在神坛给咱们主持婚礼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再穿妹妹亲手给我做的这双草鞋。甜妹，坐下来吧。哥哥，你啊，总是用心对待这个世上的一切，不管是好人还是恶魔。甜妹，你要相信，在这人世间，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用一份善良和美好去以德报怨，即使是恶魔也可用德感化，也会变得美好。我刚懂事的时候不相信，不过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我相信。甜妹，站在我后面。甜哥，哎，你们这你们怎么来了？裁判，你找到呢。甜妹，甜妹，甜妹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要娶你。杏儿弟弟，你这瞎说什么呢？过了明天我就是你嫂嫂了。以后这种话可不许乱说。什么嫂嫂啊！我喜欢你，你嫁给我吧。相儿，你别瞎说，这让人听见了多不好啊！甜妹，甜妹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喜欢你挺长时间了。松手！哎，刘秀，你干嘛呢？哥，刘秀，干什么呢？她是你嫂子。什么嫂子？我不让她嫁给他，我要让她做我的女人。你再说一遍，我踹你！哥。
姐，嗯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呆呢？我知道了，重华哥哥和甜妹成亲，姐姐不高兴了。我可没有不高兴，我是在为他们高兴呢。哼，不说实话，我就敢说，我不高兴了。好妹妹，当初重华哥哥就说过，他一定不会忘了田夫生前对他的嘱托。他说他要照顾甜妹一辈子。可是你，好妹妹，咱们是一齐放勋的女儿，咱们一定要像爹爹那样，一定要成人之美，绝不能夺人所爱。不要不高兴了，咱们去祝福他，好不好？嗯，走啦，走，走，来，小儿吃饭。我不吃。哎，气死我了！田哥，爹刚才说没有姑娘喜欢我，气死我了。哎呦，相儿，田哥说没有姑娘喜欢你，就没有姑娘喜欢你啊？那是哪些姑娘瞎了眼了？哎，是啊，乖儿子，甜妹有什么好啊？嗯，爹爹一定给你找一个像你娘一样漂亮的女人。我不要，我就要甜妹。我就知道你们办不到，办不到。向儿，我不要，向儿，我就要甜妹。赵老头，你到底能不能办到？能，能办到。史称三皇五帝的尧帝，最近在为部落联盟大首领继承者一事绞尽了脑汁，费尽了心思。人主，听你的琴音，这继承人一事心里已经有着落了吧？还在寻找。我华夏从三皇起，大联盟首领一定要经过天下万众的认可推荐方可担当。是啊，人主，这正是让天下的万民做主，选出自己心中的人主。近些天搜集到天下各部推荐的人选中，有个叫姚重华的青年最受民众的爱戴。我听娥皇和女英说了，我还听说今天他在他的家乡成亲了。嗯，西河，这琴音也告诉我，一股祥和正音来自于骊山和尧墟，娥皇和女英也要我去参加这位年轻人的婚礼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呢也要亲自去看一看这位年轻人怎样受到万民的爱戴。愿上天能赐给我们一位如前代轩辕那样的伟大人主，让他永执龙头琴，心系民心民情啊。是你成亲的好日子，你快回去吧。重华，听话，家里好多客人在等着你呢，剩下的我们自己来种。嗯，回去吧，孩子。老爷爷，老婆婆，这时令可千万不能误了。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片地耕完，把种子播好，这样到秋天咱们才能有收获呀。哎呦，老爷爷，快把犁铺好，我们继续。那你受累，咱们接着干。哎，受累了。爹，好一个专需的子孙呐！重华哥哥。重华哥，哎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
重华，客人都到骊山来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啊，重华哥哥，你要再不回去，田妹该不高兴了。田妹，才不会生气呢。你怎么知道你的新娘不会生气呢？爹，老伯伯，重华哥哥和他的田妹妹心思和想法都是一样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可是重华哥哥，这么大一块地，你不用说今天，明天、后天你也耕不完呀。是啊，重华，快回去办喜事吧。老爷爷，人主曾经叮嘱过我们，千万不要耽误耕种的时节，所以不把这片田地耕完，我是坚决不会下骊山的。怎么办呀？你说怎么办啊？走，好。太阳神，你跑那么快干嘛呀？神像，让他跑，我们去助四眼仙童一臂之力。老婆子，重华的孝心感动了天哪！是啊。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真替重华开心。有事到。田妹，娘，既然已经结了亲，就是姚家人了，要善待姚家父母，照顾好你重华哥哥，这样也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爹呀。娘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别哭了啊！送新郎新娘入新房。我就知道你们办不到，田妹就要成为别人的女人了。田妹是我的娘。妹嫁给重华哥是他的福气，你哭什么呀？娘是喜极而泣呀。娘，回家吧。哎，回家。瞧个你乐的，走，回屋说。哎呦呦，哎呀！田妹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家里这个情况，你还愿意嫁给我，这是我的福分。以后还请你多担待啊。重华哥哥，你怎么说这么见外的话呢？能够嫁给你才是我最大的福分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你爹娘就是我爹娘，我一定待他们二人还有香儿弟弟如己亲。重华哥哥，田妹爱你是爱你的为人，更爱你这颗善良的心。别说，他们俩还真般配。不过要是姐姐穿上那身衣服啊，一定和重华哥哥更配。女婴，你又瞎说。哎，姐，姚相，听我说呀，好山妹子，好山妹子，站！
刚才把你高兴的，就像你自己能看见似的，又多了一张嘴跟我向儿抢吃的，知道吗？还有，你不是答应过向儿要把甜妹抢过来的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侯山妹子，你别生气啊，甜妹有什么好？我会替向儿找一个像你一样漂亮的女人。哎呦！姚姚崇华，我告诉你，甜妹是我的，她不能嫁给你。弟弟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啊。这火把很危险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让我把她带走，我跟你们没完。弟弟。杨夏，你疯了吗？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干嘛？我给你们都点着了！快扑火！这着起来了！着起来了！出去！天妹，着火哥，着火，快救火！哎呀，大喜的日子就要出人命，我去救他。哎，等等，王母有命，我们不能插手。星童，他自有天命。甜妹，先嫁给我，嫁给我！有幸。着火了！哪着火了？我去看看。哎，侯山妹子，甜妹，嫁给我！甜妹，嫁给我吧！有幸，嫁给我！快走！侯山妹子，哎呀，天意呀，天意呀！侯山妹子，什么天意呀？好事，好事，火烧新人忘年啊！火烧新人忘年啊！快走，走啊！向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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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儿！快来人救火！香儿，娘，香儿，娘，救命啊！爹，娘，你们把哥哥香儿，爹，娘，香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香儿呢？香儿在哪儿啊？别着急，你们先回去啊！香儿，娘，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香儿救出来的。啊，你们快走啊！快，救哥哥！香儿，娘，香儿。我不想死，怎么办呀？他不管你，娘，天妹，快走！香儿。怎么样呀，向儿？青梅，走！崇华，娘啊！那我就不去了。崇华，王子腾，王子腾！人主，都是我的错，赐我罪吧。人主，赐我罪吧。他一个瞎子能干什么？
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求你放过他，放过向儿，治我的罪吧。是我点的火，害死了田妹，害死了重华哥，都是我的错。田妹，田妹，你别碰我妹，别碰重华哥。不许无礼，向儿，快跪下。姚向，都是因为他，你还我重华哥，还我田妹。爹受罪！是我错了，人主，是我教子无方，教子无方、啊。放了向儿吧，人主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你们三个都脱不了干系。哎，西河，俺部落首领与部落夫人待遇，厚葬重华和田妹。是，人主。姚氏夫妇教子无方，多年溺爱放纵，最终酿成大祸。姚父与后山女一同流放，逐出部落。姚相纵火，致死姚重华、田妹及多人受伤，为我二女安危，以致死罪，即刻实行。是。等，向儿，向儿，向儿。向儿，娘，人主，都是我们的错。请你饶了向儿，饶了向儿吧，人主。娘，不是啊，坐下来。何出此言呢？姚相，言有无耻，乃无义之举，犯此大罪，有我之过。重华哥，仁慈也要有度啊！他害死了田妹，可是你的新娘啊！人死不能复生，何必冤冤相报？不如以德报怨。我相信天妹在天之灵也希望我们慈悲为怀，以善度人。人主，姚重华所言不无道理啊。都起来吧。娘，请您恕罪，以后田妹的娘就是我的娘，我会和田哥一起为这个家尽心尽孝。我儿快快请起。田哥，你重华哥他说的对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只有以德报怨才是最终解决问题之道啊。人主，请你放过姚相吧。哎，姚相，看在田氏一家为你求情的份上，免你死罪，可活罪难逃。从即日起，你与姚氏夫妇一同逐出部落，永世不得返归。谢人主。人主，重华谢恩。
但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讲。青丘人主是我爹娘无罪，我会代替我的爹娘陪姚相在部落中服苦役十载。哥，你之前已经选择错了一次，他们差点要了你的命，这次你就不要再犯傻了。请忍住成全，哥。忍主，人性本善，在火海中，我看到了，爹、娘，还有姚翔，他们善的一面。我相信，您这次如果宽恕他们，他们会心存感激，自我反省，弘扬善道。我爹娘年事已高，也正是重华和相儿尽孝的时候。如果忍主不主，那重华何以立足在这世上？人之根本，为德，为忠，为善，而百善孝为先。还请忍主成全了重华这片孝心。姚重华，就为你这忠厚仁慈的孝善之心，让你留在父母身边。谢仁主，谢仁主。重华，上天救你一命，定是被你的孝道所感化，让你留在这凡间，弘扬孝善大德。重华，你上来。世间众生弘扬你的仁善之心。谢仁主。是被后人尊称为三皇五帝之一的舜，他将以高尚的德操和宇宙般的胸襟诠释孝悌，并将孝悌传遍天下，而且并将以他仁德的力量去济世安民，这就是圣人的力量。小心天下，千万保。
曾经为人恩儿女，也曾经为人爹娘，纵然是乾坤扭转地老天荒，别忘了你从哪儿来，又去何方。小心天下，爱及四方，可叹那草木有灵，无言也伤。